今天要做100公斤的史莱姆啊！你们会做吗？不会啊。那怎么办？不会啊。谁会做史莱姆？你会吗？不会。你应该就不会。你会吗？当然会。老师好。赶快猜。来猜啊！第一步，先这样倒进去。OK， 赶快，赶快，动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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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。搞什么啊？我是说倒进去。哦，没有听清楚。他是不会一起倒，送啊。我倒满了怎么办？派一个人去买。为什么是我？那就胖啊，缺乏运动啊，胖子。在哪？在那里啊。首先这里都是胶水，我们要先下一瓶的澄清水，之后它就会变成史莱姆了。哇塞，你很懂哎，你国文老师都教你这个？你讲什么？这是数学啊。很恶哎！那我老天鹅啊！啊，怎么了？金小周，哎呀，小周，这个怎么样？你不要乱甩啊！你也像那个亲自哦，还是冰？哦，亲自的冰是不是？对。Ice Age， 哎，阿姨怎么坐在那啊？老师，要多久啊？晚上，这个比在左训当选手还累。哦，现在梦想就是喝饮料。真的，我想要离开这里，小周可以吗？交给你了，小周。我们把热忱给具现化了，这是小周周的热忱。哇，这个呢，是我跟国权老师的热忱。累了。就是我们的心又黑又小。你真的要把这个做完，要花很久时间呢。可是我怕它成型不了。放弃啊。放弃了，放弃啊，放弃了啦！现在就是一个社会，所有的人都会叫你放弃，放弃了。那你怎么放弃？我都放弃了。小周，你现在怎么在吃麦当劳？你不是要去做史莱姆吗？那、你为什么还为这边吃麦当劳？放弃了？你是不是放弃？小周，你整天都在用史莱姆，今天用多久？有超过5小时吗？好像有。我就很累，结果做了那么多史莱姆带回家，还是被妈妈骂。老师，我有个想法。什么？不然我们拿去文化部送给大家好了。真的吗？100公斤史莱姆终于完成了！哇哇哇！砸进去！砸进去！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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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来，同学，我跟你讲。我们要砸店嘛，就砸这一间。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上次我来这边抽一番赏，我可是花钱抽了一次，居然没有拿到第一番赏。该砸，该砸，砸吧，对不对？砸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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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了啦！我把那个玻璃砸烂。太大坨了吧！冷静啊！来了，小心点，小心。老板来了，老板来了。小豆，今天有粉丝要来拿史莱姆了，来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啊，很好。很好。来拿，什么？梦想是这些。好，自己做。小豆自己做的哦。这个粉丝想要拿史莱姆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大声说出来。成为杰哥。哇！哎，你小看杰哥！来，这一坨肉给你了。你的梦想就值这一些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大声说出来。我要当警察。哦，当警察。警察啊，你要帮他装。不，他的梦想。小时候很会拉哎，小时候手这么小啊，可以打很多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当杰哥。想当杰哥是吧？现在开始强者训练，强大面试。强大。
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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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强大强大，请记住哦。有钱人好，再多一点。这么小就社会化了。哇！谁送你的？谁送你的？那是你刚抓的吗？哇！我要史莱姆，上次没有拿到小咒史莱姆，我还要。没有了，没办法。为什么？断掉。那很简单啊，这不是断掉的问题，这是连我们的梦想都断了。对。不，这很简单。用这个粘就好了。欸、对耶，你很聪明耶。小他现在是怎样？而且我最不爽的是，人家只想跟年轻的拍照，我这种过三十的就不想跟我拍了。强制入境。奇怪，人家我也很受欢迎的。在干嘛？我也很受欢迎的。不客气。我不行啊，手抽痛。小哥，你都不用帮忙搬哦。小朋友，你们这群饭盒，动起来啊！不行啊，我真的动不起来了。没错，我们就史莱姆超烂啊！我就烂，超烂。小周，你挑战100公斤史莱姆完之后，你想要挑战什么？哇！哎，你暑假作文写完了没？还没，还差作文。那你的作文题目是什么？100公斤的史莱姆。做史莱姆的时候有学到什么吗？学到了坚持，永不放弃，可是几个都在偷懒。真假？我也有看到。你是不是讲我坏话？我没有。小周，救！对，就是他讲你坏话。啊，小周，为什么你想要把史莱姆送给粉丝？因为如果你是自己玩史莱姆的话，一点都不快乐。可是如果你是跟好朋友玩的话，超级的快乐。总团长哈利说过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无亦说乎。”怎么样，我教的好吧？你怎么教的？《论语》啊，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好，那你大家就讲说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不错哎，搞定，再去。要拿史莱姆的来询问的时候了。要史莱姆的。人讲什么呀？要史莱姆的来询问的招魂。好，搞定，太棒了，好。